幸福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旅喜爱的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行程的第六天，我们来到整个河南省会的郑州，坐往整个和谐号高铁的一号一等座的车厢，前往山西省的省会叫太原。沿途正前方所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山西的几号座位的？那边。坐到你们座位上吧，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座位。